乡最近的苏道清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联毕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也是由您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哎，这是电台啦吼，所以咱敢若有听声无看影吼。啊，梅香师姐坐咧电台咧讲课。吼，但是也是咧讲咧讲道啊吼，哎，咱只听到声音啊吼，啊，如果讲咱要看到，没想到讲课就是伫咱的共修时间啊吼，头前段吼咱都讲课，啊，迄段都落课，啊，落课呢，咱就是大姨啦，啊是吼咱洪正文师兄啦，吼啊是吼咱的郭国华师兄，伊都会甲咱抛出去啊吼，安尼咱都足侪人拢会当看到。吼、哦，看到咱的慈联毕生公是用伫头前面的吼、哦，这个广场吼、哦、在做咱的啊，这个讲课的地方，然后那啊内底红道厅呢吼，啊咱就是咧讲易经吼、哦，这个讲易经课的所在了吼、哦。来，今日呢吼、哦，咱诶听圣歌吼、哦，啊嘛是爱希望讲靠驾驶迄种圣歌听了家点吼，嘛、哦、感觉心情很 OK 了吼。哦昨呢是520吼啊，嘛咱总统坐位啊吼啊，希望讲吼未来啊，啊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好的成绩，咱的国运呢吼啊，一直呢拢无其他的干扰了吼，安尼是上盖好的啊吼。如果我年少不轻狂。兴风不作浪，不那么嫉恶如仇，读懂世态炎凉。如果我卑躬一笑，然后摧眉折腰，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父子一场，高将之恩来世报偿，就自我抱剑一把，然后转过脸庞，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且待我三头六臂或坚强，有谁人能阻挡？脚踩烽火踏破凌霄上，也罢，如果我卑躬一笑，然后摧眉折腰，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父子一场，道别的话不要讲，今生要与之恩，来世报偿。就是很有气魄，今天要讲车了吼。后边个答案呢？哦，我感觉讲这个人呢，实在是无简单。哦，修理车呢，哦，把它贴在后面的那个，哦，几个字啊，哦，你远远的这样子开过去，哎，你就看得到。伊讲考教三次，哦，危险勿靠近啊，哈，哦，也伊讲伊考试啊，哈，去考车牌呢，考三届啊。啊，所以讲危险哦，你唔好靠近我呢，危险唔好靠近我。口罩三次，危险勿靠近。水啊，即咱也是伫后边吼，咱嘛无爱去甲跟随啊，嘛无爱讲去后边甲真甲伊吼，还足紧张的对无？即记者吼，甲写安尼，哦，你记者来看到，我甲翕起来吼，甲翕起来。啊，你讲提醒后面的车小心跟车哦，不要跟得太近哦。
从最近来的彰化市区出现的哈啊一辆旅行车，车尾呢搭这个靠脚三盖，危险，唔通靠近。哦，这车呢就贴上了后方的车辆，纷纷下意识的远离呀哈。情况这吼，可能开车无盖来行，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有用路人称幽默日剧的车贴在这样子，哦，人就会笑了。还可以警示作用，所以讲这个人呢，真有人才。哦，就这民众呢，那个铺嘞铺在顶管吼，照片上主持，目前他开车上边行经到彰化市中央路路桥的时候，看到前方有一辆修理车，怎么也写了这样子，吼，啊，说很有趣的吼。后方的车辆竟然自动的保持距离，真的没有车辆敢靠近他。他为了自己安全，也下意识的保持，吼、哦，咱这个吼、哦、啊距离呢，吼、哦，安尼对咱来讲，对伊来讲，对我别人来讲，都有那一种吼、哦、提早警讯呐、啊，吼、哦、那种作用。伊甘愿红讲伊做航班，吼、哦。考一个车牌考很久，佫考无过，佮三考三摆。做彰化市的这一篇吼、哦，会让大家吼、哦、看了会觉得说有道理。好、哦，车门上、车头下方、哈、哦、轮胎啦、哈、哦、啊幽默的语句哈、哦，有人贴很多了哈、哦，有可爱的造型啦、哈、哦，也有保持距离啦、哈、哦、啊，过来就是来讲吼。啊，每一个人伫人生的道路上，伊用伊的方式，吼、哦，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啊，也让别人呢有所警惕，吼、哦，繁华三千呐、啊，胆聚就散，好、哦、就散了。现在讲，繁华三千，弹指瞬间呐、啊，平常，吼、哦。就是要宽心、舒心、开心啦、啊、吼。做人呢，无多宽心、舒心、开心，安尼，逐天过来都袂快活。因为人生的道路啦，有偌长，吼、哦，只有健康，会当去丈量它。你活多久，你的健康有多久，你就知道哦，我活多少岁了吼、哦。所以讲，岁月的风景有多美，只有平安，你才有再去欣赏啦吼。哦只有平安，咱才看会到，才看会到风景。若无平安，咱就住伫厝内底，也就无伫啊老人安养院啊吼。啊，不然呢，佫较严重，讲啊住伫病院。所以人讲，人唯一的还是健康上重要。吼、哦，咱人要四季平安，万事如意。吼、哦，会当呢，事事吉祥平安。这也不是我们所期待，我们所期待的是。也是要路走对了，就不觉得辛苦；心态对了，就会遇见幸福了、啊、哈。每天呢、啊、都有这样的正能量了、啊、哈。今天像天，脚无啥舒适，点么落雨，点么乌啊，吼，点么乌阴，吼、啊。所以呢，咱出门了、啊、哈，啊，咱骑乌托邦啦，还是骑腿马啦，咱这阿公阿妈啦。最主要就是骨骨来路，咱爱注意啦吼，身体要健康，就是爱防止吼、哦、咱意外啦吼，啊啦防止意外，安尼咱每一个人吼，才会当安尼保持着啥，保持着健康啦吼，保持着健康。来，昨天呢，徒弟静怡他说：“清风斜柳云半月啦。”弯山含桥铺分干，信手莲花，好、哦、信手染花气定闲，快活畅意有九霄，青山浑东楚太连，知意闲空犹太虚，铺云清风相伴心。众情虚空属新鲜呐吼，啊，这是多得啊，咱咧讲到吼，啊，咱咧讲神仙好啊，神仙好，哦，他也接了一篇呐吼，哎，真的袂歹，清风斜柳云半月，吼，远远的山头啦，
含着一个笑，吼、哦，在咱这个铺文的当中啦，吼、哦。那么信手要拈花，你去必要定闲，快活畅意有酒消，好、哦，这是咱的心里的有感啦，吼、哦。讲青山云动楚泰然，咱若伫咱兜，你也要甲当作讲咱兜嘛是青山云动，你就处在泰然之中啦，吼、哦。知易行空犹太虚，大家咯拢是用啥？用观想的方向，用观想的方式去犹太虚啦吼。哎，咱游山玩水，有时啊目睭开开吼，你曾经去过的地方，你就会有印象。啊，这个印象呢，它还会回光。有时候你在想的时候，所有的你看过的风景，还有好、哦、比较。好、哦，让你、哦、欣赏，好、哦、那个的，它的特别啦吼，你列头壳特别的有感觉，好、哦，啊你也想要观览这个，啊你讲咱人无去，无去心去，还是灵呢？好、哦，这个灵光静坐的时候，你自在的去观想，去观想，用观想的方式，哎、欸，也还会是把你去过的地方再回想一次，好、哦，再回想一次，好、哦。啊，这就是咱人吼，会、哦、当有机会，种心静落来时阵，该回想的就去该回想啊，吼、哦。因为咱也无法度常出门啦，吼、哦。做人呐，嘛是爱真心向善呐，吼、哦。各一人就以身修心啦，吼、哦。天地甲该自保，天地甲有法度甲你自保啦。啊，你要保也是要有，吼、哦，有很多的，吼、哦，同道大家互相。互相嘛，才有法度吼。你提倡，我提倡啦吼。你讲一个，我袂记咧，反正是因为你佫甲我提醒，啊，我都已经佫甲迄个袂记咧信息啊，又佫拉上来了，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这是讲互相互参，吼、哦，你有你的优良。我有我的好处啦吼，啊，每一个人拢有也这个哦，想现在人生啦吼，咱得讲佛教呢吼，他们哦有时候法师啦吼，还是在以哈咱的释迦牟尼佛为主的哈盖条跟盖戒律啦吼。还是想人还是会因为因果的纠缠。哦、所以这个因果还是、哦、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解了这个因、哦、解了这个果、哦、就是人有很多啦、哦、来我们兄弟、哦、在那问的、哦啊、问说这个孩子跟我为什么会是因果呢？这个因果到底为何来？为什么他让我出世会对这个父母这样啊，无尊重，吼、哦，开口动手就骂，啊，唔是父母骂囝哦，是去互囝骂，吼、哦，啊，有时候哈、哦，讲的那种话，又不是说他讲，好像讲的不是说这个一个妈妈怎么会让一个孩子，吼、哦，讲话那么没礼貌，而且呢，吼、哦，还给他讲的体无完肤，啊，他来问啊，说这到底是什么？要想嘛，甲伊讲啊，讲这种的问题吼，你一定爱接受。也许啦吼，啊就是你们的兑换，兑换就是咧讲，咱每一个人吼来世间出世，有一个因缘啦吼。啊，你过去缘有可能你嘛真够甘咩，吼啊你真够甘咩，啊这世人因换来吼出世做囝，吼啊恁这是一个互换条件兑换。好、哦，我们在讲哦，佛教讲因果业力，哦，要怎么样去消业障？那就是要多读经，然后呢多忏悔。好、哦，啊，道教是在讲什么？道教是在讲，好、哦，能够一个平衡的对待。好、哦，为什么说道教在讲对待？因为对待就是说你过去是你对待他。那今生他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还就是一个对待，因果也是这个对待，
啊，这因果业力嘛是一个对胎关系。你过去是无做的这代志，甲伊无相关的，绝对袂加做伙。吼、哦，啊，为什么会说啊？会派这个吼乌灵机吼，啊，会派这乌灵机，这就是因为伊命去予这个人处去，吼、哦，搁是真冤枉的代志，并毋是他自家爱死，而是政府，而是讲法令。好、哦，给你判，给你判死刑诶！如果你今天是做错了，好、哦，人给你判死刑，判死刑呢，是你做错了才会被国家法令判死刑。好、哦，这种啊，这以后因果就无得找啊，无得错，嘛无得搁惹啥，惹迄个，好、哦，咱讲恶灵机，为什么？如果讲你是杀人，对方，好、哦，跟你有啥物恩怨？好、哦、啊，你们两个这样子瞧不好，就这样子，对方被你杀了。若杀了这种对待关系，就是我也有错，你才会杀我。我嘛是有唔对，所以你杀我。好、哦，啊，你这世人呢，好、哦，你杀我，那我这条命给你套去啊。那即马过来换相，换伊家己嘛安怎？伊家己这条命嘛是着爱予政府改判死刑。啊，看用什么款的方式，这个对待关系是你们两个的对待关系，因为你对他有太过分的，所以他才杀你。那么呢，你死了以后，你说你要去，你要去给阎罗王，还是去给啊，咱呢，吼、哦、城隍爷，吼、哦、去讨，吼、哦、去讨这个乌灵机，这边来讨命。其实这个对待比例看上较唔对。唔是逐机拢夹会到啊，唔是讲乌灵机吼，就是你只要生命无去，你就是要去讨来伫要掠对方，吼、哦、啊用乌灵机要讨命，吼、哦、这也要看对待关系啊。你当初犯的是什么错？你挑衅他还是怎样？吼、哦，这有一个对比关系，也是有一个比对，吼、哦，这是咱今日无甲遮甲清哦清楚。那安尼后壁咧，这个因果哩，安怎你都甜甜做伙啊，白白做一辈啊？你怎么了？因果都很难。为什么？因为自己都没有，哎，扪心自问，我有没有错？一开始我会让这个人杀了，是不是我先讲了，还是我先做了？我已经刺激到他非杀不可。哎喂，那呢这条？所以讲对比，你要先甲对比看看，也许是你先错了，你先挑衅了，安尼你讲要用这条，哦，去捏乌灵机来讨命，不一定哦，城隍也会给你，也不一定，吼、哦，讲咱的我为大，吼、哦，咱有时啦，吼、哦，咱在讲，我去台南，吼、哦，玉帝庙，吼、哦，有咱的东玉帝，吼、哦。西玉帝、中玉帝、吼、哦、北玉帝、吼、哦、东西南北中嘛吼，咱有五玉大帝，五玉大帝，或者是讲啊，咱去吼化冤枉，吼、哦、去咱的包工作的所在，包工作嘛未必认为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好、哦，这是一个对比关系哦，因果是对比关系，好、哦，那么今天呢吼、哦，你来搞。来给我清洗啊！哈，卖讲来给我清洗，你来给圣庙清洗。那圣庙嘛是会跟你讲因果的对比，伊个比例哈、哦、是你先犯唔对，今日你再换伊来接我哩。哦，迄个唔对是咱爱安怎？咱爱默默的承受，反而要对他好一点。哦，对他好一点，然后呢，慢慢的，哈、哦，去消。宵夜也是要由神、啊、来到帮忙帮你们解惑然后解业所以我们说做老母为什么说肚子怀十个月啦生出来的孩子不是有效的孩子所以我们佛教就会说来是要报恩的还是来要报怨的、啊、来报恩的又还是、哦、乖孩子真乖，啊！这是来要甲你报恩的，就是你过去是有，伊有欠你人情，
这世人才要让你做囝，吼、哦，啊，这世人要让你做囝，吼、哦，伊就对你真友好，吼、哦。啊，那讲这条，伊是伫要来报怨的，啊，就是过去世，你一定呢，甲伊的对待关系，吼、哦，迄、那个对待关系都无好，吼、哦，啊，对待关系无好，尤其是咱人的灵性，上惊人啥，上惊人改。讲到吼，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都把它当作吼、哦、是一种吼、哦，咱讲因果啦吼、哦。啊，你今日这条因果，咱拢无在解决的因果，是啊，由胃对开始解决，胃里的心开始解决。你要放下吼、哦，如果你懂了，圣母跟你说啊，啊，你这个因果是这个囡仔过去是做啥，啊，跟你是同一家伙。啊、今天呢遇到这些问题，他今天又来出事，他是应该要来回报你的恩情，所以来报恩、哦、如果说你现在又生一个，这个就变成同兄弟，为什么一个有效一个不好的、啊、这个不好呢，他跟你查查说这个原因嘛，就是在你、哦、有这个大小心的对待，对这个孩子、哦、较聪明的你就较疼、哦啊、较无翘起的，你就定磕头磕定，安尼骂，吼、哦，叫做比较上，吼、哦，啊，你伯伯兄弟，为什么你呢对阿兄较好，对我较无好？那这一辈子呢，吼、哦，就完完了嘛，吼、哦，啊，咱来爸囝关系、母囝关系，就顶世人拢结束啊。了后，这世人，咱换咱的这个出世，完了由咱的腹肚来出世的囡仔，为什么也来接我哩？一接我哩啥？换你来怨叹，安尼是唔对的哟、哦。你要先把这个，吼、哦，把这个怨，吼、哦，伊先话，伊要来甲你讨报，你爱先接受，啊，也是过去我对伊无好的原因，吼、哦，我甲区别心太多，让他，吼、哦，没办法接受，所以这个囡仔才会愈来愈歹。你刺激到他的灵性，你感觉你无公平，啊，感觉讲。做老母的不公平，哦，咱有个人讲，五级镜头寸错无平等无唔对，但是有个人真正听多一个就特别听迄、那个，特别安抚迄、那个，啊那对这个足厌恶的，对这个足无缘的，你特别爱个爱骂，这个特别爱个修理，安尼话，你说，伊这条内底也够有淡薄啥，伊也够有淡薄恨呐。啊，这个恨会呢割掉呢，那下辈子还会跟你呢同在一个家庭里面。啊，那同在的家庭里面，妈妈是要先忏悔，父母亲呐、啊、要先忏悔，先忏悔咱以前的对伊的对待。哦，这个比例用这样的方式才知道。哦，道教是咧讲啥？道教是咧讲你自己所犯的应该要接受的，不是说只有因果业力两个字，嘛无因为安呢。有时咱忏悔这囡仔较紧乖呢，咱那个定定吼，心肝底咧想啊，过去是我对你无公平，所以我该压着你吼，这世人吼对我的这种吼无好感，还是妈妈唔对吼，安尼话你呐安尼一直心肝底一直想，吼一直把它。用这种方式，哎、欸，这个孩子会慢慢变好。好、哦，啊来的时阵呢，好、哦，你黄妈呢就可以给你做，哎、欸，母仔囝给你研修，给你合一嘞。好、哦，啊，咱唔对，咱来讲求忏悔，你家己爱去，家己家己的因果业力，对你家己开始，你应该爱讲好话，好，这个囡仔有法度去接受。啊，妈妈已经改变了，啊，对我讲话不像以前那么的，好、哦。啊，咱有个人讲哦，爸母那讲话那有分别心啦，吼、哦、啊，这个阿兄就特别安怎哦，但看到人就拢恶罗相、恶罗相，安尼恶罗相，吼、哦、啊，这个无甲恶罗，佮反倒转佮斗互别人听，伊爱民主啊，伊嘛爱民主，所以有很多孩子没办法教，跟妈妈的吼，迄、哦那个磁场、个性有关系呀，吼、哦、啊，妈妈嘛。嘛无承认伊家己，这个因是伊惹来，这个因是过去吼、哦、啊，他对这个孩子不公平所来的，所以咱讲要来报恩呢，就对你家过去世有真大的恩情相，无相欠啊，但是有真大的恩情互相啦，
有互相，所以这世人一来，当然伊是乖，吼、哦。啊，那唔是咧，吼、哦，那唔是是你的对待关系，吼、哦，这个比例差太多，吼、哦，白白讲话，安尼迄个口气，你就差足济，啊，你就让伊伫迄个恨心，吼、哦，迄、那个恨心伊就断掉咧呀，啊，迄、那个恨心断掉咧，你想咧，吼、哦，既然要讨报，还是在家里面，那咱讲完全借住的对。完全这就在咱的厝内啦，吼、哦，在咱的周遭的六亲眷属，吼、哦，咱也该有这因果对待关系，吼、哦，都是以前我们说话，吼、哦，还有做一些事的，吼、哦，对比啦，吼、哦，不平称啦，吼、哦，对比的，就是讲，对于足好的，就迄个好甲足好，啊，对于足歹，就即个特别足歹。所以道教是在讲什么？道教在讲。好、哦，咱这个平允的对待关系呀、啊，好、哦，跟因果业力是有啦，但是咱爱去把这个问题提来讲，好、哦、啊，所以咱要解决囡仔，好、哦，有时阵爱先解决大人，大人的错误才引起到囡仔唔对啦，哈、哦。我们现在来听一段观音菩萨、啊、这段是 很好听很柔和、啊、观世音菩萨一地甘露洒人间心如雪莲花自开南海彩云吉祥照慈悲普渡在人间一本心经一世缘只为朝夕能相伴心中相随先做这个圣修保单啦吼，立足保固，吼，就是咧讲自心归命理，玉清内相，金缺宣身，化身为三教之师，将法判五类之灵，黄粱梦觉，望世上之光明，吼，宝剑功定，扫人间之妖怪。
四圣六道有感必服，三界十方无求不应。五号机条流圣洁，玉虚殿内炼丹砂。尊之上意三界，显神宗与古董，潜禅法门之香火，后祖师之推行，大圣大主大人大大号开山开教，显应祖师，天雷上上，灵宝真人，法缘湛云顺阳恩静，精华普游地君，三足主宰心行妙道天尊。那咱的这个李先祖呢？吼，大家拢知呀吼，伊一个原名叫做严，严字洞宾，吼，李李这就是吼，伫讲到山啦吼，山有两个有两个洞，吼，这个坎做伙叫做李，吼，李洞宾，吼，这就是伊名号啦，一群初孝生都好。顺阳主又称为回道人、啊哦、回道人后世称为回仙，少聪明、哦啊、人家说入宋万元、啊哦、所以他住在这个 东河中府英禄关的人，现在就是我们这说山西省温县市内关县里面就有我们这个、哦啊、北仙哦，李先祖的所在，哦，江西啦，江西的所在，江西人调哦，经调中安人顶，拢在讲啥？讲这个李祖为道，哦，就是在教化，所以讲李祖今仔日伫道教当中，八仙甲全真派八五祖之一啦，哦，尊教尊为顺阳祖师，所以顺阳恩静。好，精华普游地君呐、啊，好、哦，行行妙道仙尊，基因正天宫啦、啊、吼、哦。所以今日是李祖师的圣诞啊，咱伫李祖嘛是咱的五文主，或、哦、者、就是讲文昌帝君其中的一尊啦、啊、吼、哦。那关帝嘛是，吼、哦、啊，咱的五文主啊，慈禧嘛是啦、啊、吼，慈禧辅助，吼、哦、啊个，吼、哦、咱另外。拢共五尊，吼、哦，都是文昌帝君，吼、哦。啊，咱有真济真济学子啦，吼、哦，啊要考试啦，吼、哦，啊是讲要甲安一个文昌顶啦，吼、哦，就安伫咱三楼，吼、哦，三楼文昌殿，吼、哦，咱有咱有咱的真济真济，吼、哦，啊，咱伫历史上啦，吼、哦，对这个文，吼、哦、文案，吼、哦，啊阵教读册囡仔。有真大的帮衬啦吼，所以讲全真三代祖庭啦吼，有足济吼，拢是啊为咱李先祖为首的较济啦吼，所以讲李公叔吼，啊讲李先祖李公叔，迄足早足早，伫咱这个，然后咱算讲1262年，甲即嘛讲。改名大顺阳万寿宫，吼、哦，我们有去过万寿宫啦，吼、哦。到尾个称为叫做璎珞宫，璎珞宫的壁画呢，吼、哦，有这个国家的艺术史上，吼、哦，伊的地位呢，真正足重要。时至至今啦，璎珞宫后山呢，要保存着李先祖墓啦，吼、哦，李先祖伊的，吼、哦，伊的这个衣冠冢啊，这墓、個。相传呐、啊、吼，这李先祖是东条庄真元，庄真元吼十二载丙子年796年农历4月14日吼、哦、出世伫这个吼亳州河中府璎珞关赵显礼吼啊，所以伫正统道宗啊吼，正统道宗最主要是要记着这所有的吼、哦、古早这神仙。哦，即来对新鲜剂，最主要是要让人了解。好、哦，李先祖有记载伊家己啦。好、哦，啊，所以讲，啊，咱一般的人嘛是会替记载伊所有、所修、所做的一切功过啦。吼、
啊，所以安怎出事的，迄咱卖搁甲卖搁去甲吼重新搁去讲伊是安怎出事的吼。咱最主要是知影讲民间都讲的李祖是八仙中最有人情味的啦吼。为什么说李祖是八仙中上有人情味的、最亲民的神仙？就因为吼，伊伫这个幽偏吼，咱这个民间吼立江怀乡吼段吼。足济所在做两座的地点啦，就讲浙江，啊，过来就是足济所在啦，拢有伊个卡迹，伊拢落来这些，吼，啊嘛落来教化，遍布台湾全，吼，要袂用讲遍布台湾全省，啊，遍布中国大陆啊，吼，都到经典嘛好啦，伫元朝之间啦，吼，啊，戏剧性的传说，李祖呢，拢是依附。吼、哦，咱讲衣服病啊，济困啊，吼、哦，多爱改难。神仙的形象呢，当然是爱好啊，吼、哦、啊，所以讲李仙祖的形象是非常好。大多数的人说神与神仙不同，并没有避世隐修了，吼、哦。所以他的圣迹屡屡显化于尘世，无论贵贱啊、上达，包括讲下到这个鸡，吼、哦，乞丐、枪击。他都受过他们的点化过，哦，乞丐伊嘛甲点化，哈、哦，做枪击伊嘛去甲点化，或许啊，就是种种的，好、哦、独特，好、哦、他的入世渡人，李祖才会哈广为世间人所知的，好、哦、啊，一世界拢有人采咱的李仙祖啦，哈、哦，所以讲李祖三罪恶养老啦，孝感救庙飞剑斩黄龙。好、哦，这嘛是伊较早过去所拄到一挂故事啦。其实，你广泛要入这个人间啦，妇孺皆知。全国全中国的全国是足宽呢。所以咱讲伫个这个吼广建李祖祠的时阵吼，今日个咧香火有呾不断。李祖祖祠伫四月十四日，所以道教以出人的石材照，吼石材照，吼、哦、来做纪念。那李祖呢？吼啊，当然啦、啊，又落足济丹文啦、啊，吼啊，咱呢富有上帝文集，富有上帝天生金丹，而这个丹法。那咱得讲到这个，吼、啊，昆仑仙踪呢，就是由咱呢太上道祖，吼啊剑祖，啊个李仙祖，吼啊，安尼呢，吼咱呢这个教书。就是咱讲刘培忠老师吼，伊甲阿咧甲言传下来吼，言传下来叫这个吼昆仑仙踪，啊昆仑仙踪是以吼咱讲以咱的道祖太上老君吼加普游地君吼，还佫剑祖吼，这呢吼你若有伫看到这个昆仑仙踪，咱就知影吼。所以李祖的百二碑内底，伊讲仰起望。吼、哦，望言秀啦，降心为不为，静动静地作中啦，无事静随。意思讲无代志，你要找谁啊？吼、哦，动静知影祖先，吼、哦，啊那无事静，吼静心随啦，也就是咧讲无事要找谁啊？吼、哦，啊所以讲真相是应物。应物爱不昧啦，不昧自性自，自性自气自回，气回等自结，乌中配坎离，阴阳相反复，破化一声雷，白云雕坎顶，甘霖舒，人讲霖舒迷啦，自饮长生酒，逍遥随滴滴啦吼。那今天呢吼？我们讲的这个是李仙祖过去的哈、啊，所以李仙祖是这么逍遥，这么的逍遥，哈、哦，讲坐听无限曲，明通造化机，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推了哈、哦，啊，那我都安尼上盖好啊哈、哦，所以咱的李祖书呢哈，内、哦、底有真多啦哈、哦，包括较早咱上歹读的哈，上歹读《阴符经》。哦，《阴符经》这本册，哦，以前认为讲黄帝所写的经本的册名叫做《黄帝阴符经》，
或是道教内底上重要一本册啦吼，有足侪养生家，伊拢看中宋朝的张子扬，吼，伫个即个《五经篇》内底，伊嘛一个讲这本册，吼，评价非常的高啦，评价非常的高，爱就讲啊，讲《阴符经》的字字，每一句拢是宝贵的，伊的字句有300几字呢。好，啊，咱的《道德经》的经典文章只有5000字啊，从这个古到今啊，好，今日呢，咱有众多新鲜啊，拢是对这去领悟，好，对这册去领悟，五经篇去领悟，《阴符经》去领悟，好，这从这你去领悟了，你了解了这个真谛，那么《阴符经》到底是咧讲什么？由《阴符经》到底是在讲什么？好，《阴符经》是一部充满智慧和深意的古典文献哦。相传呢，玄奘皇帝所做的，其实啊，哈，这行书，哈，这年代呢，哈，有一点点争议啦，哈，是安那讲一挂争议。有足多数的学者认为讲北朝的时代啦，这部经，哈，是以简洁而富有。特立的文字，确实了讲，咱人有自然规律，吼、哦，揭示了讲人有自然规律，人性啊修炼以及社会应用的深刻道理，吼、哦，历来这学者一个重视是安怎？首先就是爱去了解讲《阴符经》开篇呐、啊，吼、哦，那为什么《阴符经》里面要有开篇集数？吼、哦，像那个爱牵涉掉。天性运行为自然规律，人心应顺应这个规律是核心思想呢。它强调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人的生杀之气啊，应该以自然同步，以把这些所有的这要给把握好。好，咱讲事不成功的机遇，机遇就。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所以体现了古早中国人对自然界敬畏以及天人合一的追求啦，吼。这天人合一的这个需求，那不是说吼，安尼讲一讲，啊，咱都有法天人合一，啊，就试看一看，哦，咱都有法度，吼啊。较新鲜吼，来读书也对吼，也是讲咱的灵巧吼，多发多呢吼，啊去较神啦吼，互相去沟通，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啦吼。总共一句，学道真心真意啦，各一项就是唔是为着吼你要做嘅工课吼，啊这个工课要用什么款嘅方式吼？去改做发扬光大，其实不是要发扬光大，说一定要、哦、有多么的、哦、人给我们赞叹，不是这样。最主要的是在说人有做的本分，对你的嘴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有一个、哦、人说自己啦、哦、要自己有这个证，有体证，你真正 有去参与到，还是你已经了解到哦，这是真实的，安尼这样讲哦，迄、那个踏实感就较有啦，哈、哦，踏实感搁较有。哦，啊，你也干啦，讲要念册歌，哦，念册歌念啊，坐，哦，念规工一直念，一直念，但是你唔知用到每一句，哦，要用在倒位，那我们就是只有单练，哈、哦，干啦念经、读经、学经。哦、对咱的头壳有较清醒，无唔对。问题是读经、学经、吼、哦、甲念经，当中是爱伊内底面每一句话，你拢有入到你的吼、哦、丹田性海啊，吼、哦、心田性海里底内底。要来无，咱就是用嘴念经，唔是用心念经啦，吼、哦。Amor
心菩萨，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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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今麦嘞吼，感恩啦吼，咱的师兄姐，伫咱即届即个吼啊法会啦吼，很踊跃的在报名啊吼，啊，昨呢没想有讲过，吼，咱要报名这吼，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咱的即个能量啦吼，咱人有量场的原因就是讲，啊，有的人讲福报嘛是，量场嘛是，迄叫做福报，吼，啊，就是讲人是安怎会。较无法度好，吼、哦，甲头路做较顺，即甲咱的即个磁场也有关系。过来就是讲啊，有个人吼、哦，啊在看看挑看细挑，啊，即、这个囡仔呢较无啥，吼、哦，较无才气，吼、哦，意思就讲较无吼、哦，较无迄个福报啦，吼、哦。啊，所以讲啊，即扭归扭归扭归扭吼，啊，即、这个人会安怎会做啥物，吼、哦，即就是咱平常时啊路途细挑，吼、哦，即就是咧讲。咱有法度好伫，吼、哦，咱的开天窗，吼、哦，玉帝要赐咱，要赐咱遮下当的范围，伊无咧分讲你做偌好的功德，你有啥物，伊只是吼慈悲啦，吼、哦、大开舍，吼、哦、大开舍，吼、哦、都、就是予咱呢下当补一寡运，吼、哦、补一寡吼、哦，啊，咱讲钱水啦，吼、哦、补一寡财，予咱呢较好过日，啊，予咱家己本身呢买去了解讲。上天有上天的慈悲，所以才一天才开放一年啦，十二个月才开放一天。六月初六，这个开天窗会当予咱补财，吼、哦，安、啊、尼都不要吼、哦、啊，把这个机会哦，一年才一届尔，把这个机会放去，吼、哦，啊开也毋是开足侪钱吼、哦，最主要就是咱咧做科仪啊，头甲尾吼拢爱按照咱家己吼、哦、这个。圣庙所交代，吼、哦，也、啊、是讲咱的先祖所交代的工课，爱甲做好啦，吼、哦。啊，这若要参加，无一定是爱公司行好啦，吼、哦。咱一般的人都会使参加，吼、哦。一般咧做工课，啊，伫上班咧，这拢可以啦，吼、哦。啊，咱五路招财金蝉师讲咧，吼、哦，咱做这个六月初九这个招财发挥，吼、哦，伊这有一个时间性的吼、哦，就是咧讲。咱若是报360个，就等于讲无法度阁报到截止啊吼，所以咱即马呢，然后要报要赶紧报吼，安尼咱会较好预算，然后较好预算。来，以上这拢是要甲咱讲的吼，上天慈悲吼，对咱人有好处的吼，对于咱的人生吼，甲咱的运道有帮助的吼，就加减啊甲做。啊，今年有参加，明年就阁甲参加，连续甲参加两三年啊，吼，你就。感觉讲，越来越起色，越来越好。这就是温爱豆豆补，它不是一下子马上就补了，一下子马上就怎样哈，不是这样子。你慢慢啊调整，慢慢啊调整，跟咱的四条，有时阵福报嘛爱淡薄加，豆豆堆加，豆豆堆加，伊无法度一届都互你足济啦吼。来，以上这是勉强甲咱报告呀吼。啊，咱那是，叫两分钟来广告一下吼。啊，咱。即马目前啊，咱有这个金盖利蜂胶牙膏合理美，这已经工作久啊吼，啊样品嘛工作久啊。即马较新呢，就是吼啊，咱老大人啊，变作是困较未起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自律神经有较失调，吼、啊、变成讲啊，咱暗时啦吼，佫较歹困吼，啊佫一项就是吼、啊，咱的脑太安尼，
明明物件都放伫个家，啊奈放遮久，啊那找都找无，吼、哦，这就是叫做老人吼、哦，较会迄、那个脑底较会退化。吼、哦，你甲食真好眠，伊个真好眠，就是咱人若困啊好啦吼，啊毋是咧困较深沉，伊个头壳就特别好，伊个记忆力个特别较好，吼、哦，这个对咱的自律神经调整，啊伊个毋是药啊哦。吼、哦，伊毋是药啊！你若有咧食别种啊，你甲男的食拢不要紧。吼、哦，伊个是一种吼、哦，对咱的脑部的营养的萃取，即个吼，即、哦、呢只是咧保护咱，含卖定吼，安尼暗时唔爱困。吼、哦，过一人就是较够紧张，吼、哦，啊过来较袂记哩，吼、哦，退化，脑退化，老人脑退化，到尾啊，你钱啊、金啊啦，藏伫一堆、藏伫一堆，你拢袂记哩，含你家己的即、這个吼、哦、啊。寄钱寄伫个对迄个密码，你都袂记哩了了，安尼就唔好啊吼。所以讲爱哪食哪保养，你保养啥保养，你这阿丹嘛也较好嘞吼。目睭嘛是爱看吼，目睭若愈好，咱咧看路唔才会方便。所以十天观视力吼，猛食猛猛，互咱的目睭有营养吼，会当添加吼，咱的目睭就较袂安尼遐打扫了吼。过来就是吼，咱有咧食这个健保灵。吼、哦，有真侪孙啊，即学咯，讲伫食了吼，咧爬楼梯加做后背，吼、哦，过一人就是吼、哦，较袂酸软啦吼。啊，但是你咧食一段时间咯、哦，我会甲恁讲，恁吼买五罐送一罐，安尼差不多你迄六罐食完，你就有感觉，先啊感觉讲，哎、欸，真正咧行路加做有力嘞吼、哦。这就是爱食，你莫讲甲食一罐甲放咧，你就甲买一组五罐送一罐，安尼。六罐甲食完，安尼你都有感觉啊！啊，你卖讲哦，啊，食来放咧，食来放咧，啊，定定甲放我袂记哩，吼、哦，安尼咧，你食物件就袂好啦，吼、哦。啊，所以讲咱也阁有吼、哦、一项吼、哦、牛樟芝，吼、哦、樟芝王，吼、哦、啊，过来就山高宝，吼、哦，这拢已经介绍足久啊，吼、哦。哎，咱若要过延安以上啦，吼、哦，甲咱广告一下，带过啦，吼、哦。哎，以上这拢算广告啦，吼、哦。过来就是咧讲人。有时安怎讲？十载寒窗千古愁，情薄休憩觅风休。风来雾去何人知？云舒云生自海落。这就是咧讲吼，一个人吼，十载寒窗真正是善良人才是安尼啦吼。十载寒窗啊，千古愁，就是情熬要来去甲人靠。哦、要来觅风号，觅这个风号，要来防风号。问题是风来雾去何人知？哦，无人斗三工啊！哦，无人斗三工。哦，啊，过来是分事分生做海老，就是讲看，但是感受人气啦，有助助人。哦，上书退步，一心终得安闲。这就是讲人啊，感受予人。吼、哦，欺负看咱无气啦，吼、哦！阿拜呢，吼、哦，咱也认真啦、啊，总是好事的对袂后来。从甘心忍受欺辱，吼、哦，逆来顺受的人，后代一定会发达。常退一步为他人着想，好、哦，知足常乐者，必然一生过得安闲自在。得讲人生不如意，吼、哦，十穷八九啦，吼、哦，十常八九，更精确的讲。讲人生会有足济逆境，那是必然。所以每一个人爱学习的，不是如何逃避啊，唔是叫你逃避逆境哦，而是如何处理逆境，转化逆境。吼、哦，对一般凡夫来讲，因讲我要尊重的，不外乎是富贵长寿，所乐意的是我要追求的，不外乎是身得安逸。问题是你的福报都无够遐。哦、所以咱常讲吼，口味要搁食好个，啊，穿要搁穿水个，吼、哦。但是咱对袂到个，这是甲咱家己个本性，吼、哦，咱家己个四条命皆有关系啦，吼、哦。啊，但是不要活着说，啊，你看别人安尼，啊，你就安尼大忧与惧，患得患失，吼、哦。你那个大忧与惧，患得患失与忧，吼、哦，常在久忧不死，吼、哦，何苦呢？那较早清朝大书张英辉，吼、哦，这个清朝大学士这张英来恢复伊个家信，讲一纸书来之为墙，吼、哦，啊，这就是讲
当城万里金犹在，不见当年真死红。就是咧讲，这个张英因厝内底为着一丝丝啊，尔咧甲人伫遐咧冤家啦，爱是做宰相。伊讲宰相靠提准啊，吼、哦，多来靠提准，就是咧讲感受别人欺负，吼、哦，安尼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人生中的遭遇，如果哪会当退一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可以多出一个回转的时间跟空间，让自己可以更理智判断，达到海阔天空的心境，这样才不是很好，对吧？啊，这就是多想说多来可读可提准的原因，就是说好业，但是人伊未像人说我用我的权力名势去压倒恁这善良人，伊颠倒是甲因的六亲眷属讲，唔通为着八笑行啊，吼、哦！啊，你就来，啊，把这所有的左右邻居来拢得势了了，何必呢？哦，这个很有道理啦，吼、哦。来，今日时间已经到，今日是礼拜二啦，吼、哦。啊，拜一有咱的这个祭祀，吼、哦，啊，开课，伫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